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天冷了，我们要多吃鱼，教你一个懒人一锅出的做法，又有菜又有汤又有肉，出锅真的是太香了，连吃三碗米饭都不过夜。做法简单明了。我今天买的草鱼口感比较香，这条草鱼已经被帅气的鱼老板帮我处理干净了。鱼肚子里面的黑膜要去除的干干净净，这个黑膜腥味比较重。我们这的鱼价格比较便宜，这条鱼我花了8元钱买的，怎么样，朋友们觉得价格便宜吗？我们先用剪刀把鱼鳍全部剪掉。我们从鱼头处切出一刀，另一面也是一样的，划一刀，鱼尾改上花刀。这个鱼腥线也是腥味的来源的，要去掉。这地方有一个白点，我们把它拽出来即可。一边拍打一边拽。用手一边拍打一边拽出来。这个鱼腥线腥味特别的重，一定要去除。再把鱼头切掉。我们把鱼肉改刀切成块，大小适中。
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请您放下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焖煮好了，加入一把葱花、辣椒，点缀增香，美味鸡成。哇，太有食欲了吧！鱼肉炖煮好啦，咕嘟咕嘟的声音，和这个天气很配的啊，很香吧？鱼肉鲜嫩多汁，入口即化。豆腐、金针菇、白菜，吸饱了汤汁，真的是很香，特别的好吃的。做法又简单，天气寒冷，我们做上一锅鱼肉煲。又吃又喝，下酒又下饭，别提多香啦！哇，真的是好香呀！做法又简单，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，有空试做一下吧，特别的好吃，做法简单。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。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